来了。没关系，我就最后面那一台嘛。没有，看你自己车号，你车号几号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余正。这个。S9，找19。来，大哥几号车？19，你发了19不错。19在哪里？19号车。对啊，19不错啊，对啊。可以吧？来这边，19号车。可以，好。紧绷了。交通管制到，确认一下车手是否都到。几号车？还没有啊，确认三车。啊？没有没有，跟刚刚一样。一样的车。十六这边，这边。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这哎，这里还可以往前吗？你要往前吗？我看一下，他已经最前面了，对。你的手伸直，还是你的手腕到方向盘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等下没关系，我等下会统一再讲一次。我帮你讲。你只要最后一个弯做一下了，工作人员会引导你们进入。这样。他们都不知道。不停止，好。去找，加油啊！我脚踢一下，正确的。好，先不要拉。你好，弯车定位。这边还没有交叉板的。交板就要调整了。哎，那个。踏板就要调整了。不用。88883，你有没有参加？没有，那个要延期啊，要延期啊，对啊，那延不是要延到疫情真的恢复正常的时候才对啊。来，这边我们慢车全部都停位啊，收到，谢谢。好，来各位车手，各位 A 组的车手，麻烦注意到我这边，注意到我这边，待会准决赛，你从这边出去之后，就是你的暖胎圈了，就是你的暖胎圈，然后。在出最后一个弯出来之后，麻烦放慢你的速度停下来，然后工作人员会引导你，根据你刚刚测时的成绩依序进到你的起跑格。OK， 到目前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然后再来，全部车手进到起跑格之后，会看到我高举绿旗，还不能起跑。早上车手简报的时候，应该都有跟大家说。请等到我挥下绿旗的那一刻才起跑 ，OK？ 好，脚 OK 啊。哎，车子还有个需要调整的，你需要还缺两个。这边出去就是暖胎，然后暖胎之后到最后一弯出弯的时候，你就停在那边。工作人员会按我们手上刚刚测试赛的成绩引导你，跟你说你进第几个起跑格，你就直接进去。然后等一下是静态起跑，看我绿旗挥下来的时候才开始。OK， 左边一，左边一，右一，都到了吗？现在机上啊，车手都到了。他说什么？收到，谢谢。you
看不到就对了。国叔，国叔，你过来协助我一下，这边要换车。飞龙哥，这台可以吗？哎，可以。来，上这台车。那车包不起来。对，然后计时器，计时器在那边。还有，这边怎么了？你要叫，那就说讲十九号司机过去。好，你不要动了。好。